第二个要求将项目符号菱形图案改成 WPD SQR PNG 这图片，所以你把这四个哦段落框起来，选择项目号这边的定义新的项目符号哦，然后我们选图片啊、哦，点图片钮，然后这时候按汇入啊。哦汇入去抓你刚刚吸槽 ANS 点 CSF 底下的 WP02 底下的这个 WPDSQRPNG 啊，把它点一下，按汇啊，按新增，新增完以后按两次确定就可以了哈，它就会变成啊那个图案